刚才那个左下腿的外侧突然痛了几下子，估计上外线已经加张了设备了啊，加张了设备了啊，推进去啊，推进去加上去了啊，我们眼睛看不见啊，在临界已经站好了，站好了啊，站好了，只要他一点火，大概跟着一起。启动以后就速度加快，重力增大。当然，地球人肯定是搞不清怎么回事啊。但是他没有数据记录的啊，这些有都有数据记录啊，所以后面就好戏就在后面了啊，就等着下一次的发射。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